各位亲爱的主内兄弟姊妹，今日是四旬期第四周的星期日，弥撒的经文分别是在26页，而读经就在86页。本头弥撒是为诸众念名，上主，我全心信赖你，我要因你的慈爱喜乐欢畅，因为你曾俯视了我的惨状。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平安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兄弟姊妹，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众生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天主，你以奥妙的圣事更新世界，求你藉此奥迹使教会在你永恒的座右下不断地建立起来，也使我们在这尘世生活中时时蒙受你的教救援。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公读伊撒尔雅先知书。上主这样说：看，我要创造新天新地，先前的不再被记忆，不再被关心。人们都要因我所做的而永远喜悦快乐，因为看，我要做一座令人喜悦的耶路撒冷，一个令人欢乐的百姓。我要因耶路撒冷而喜悦，因我的百姓而欢欣，其中再听不到哭泣和哀号的声音。那里再没有夭折的婴儿和不满寿数的老人，百岁死去的算是青年，凡活不到百岁的人算是被诅咒的。他们要建筑房舍，自居其中，种植葡萄，知识其果。上主的话。天主，上主，我称扬你，因为你救拔了我。上主，我称扬你，因为你救拔了我。上主，我称扬你，因为你救拔了我。你也没有使我的仇敌向我自夸。上主，你由阴府中把我救出，又使我安全复生，免降幽谷。上主，我称扬你，
因为你救拔了我。上主的圣民，请向上主歌颂，称谢他的圣名，因为他的愤怒瞬息消散，他的恩爱却要终生绵延。晚间虽令人哭泣，清晨却使人欢喜。上主，我称扬你，因为你救拔了我。上主，请俯听我，怜悯我。上主，求你前来左右我。你把我的哀痛给我变成了舞蹈。上主，我的天主，我要永远称谢你。上主，我称扬你，因为你救拔了我。主耶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主耶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你们应寻求善，不可寻求恶，这样你们才能生存。上主万军的天主也必与你们同在。主耶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约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离开撒玛利亚，往加利利亚去了。耶稣曾亲自作证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决受不到尊荣。他一来到加利利亚，加利利亚人便接待了他，因为他们也曾上了耶路撒冷去过节，并亲眼见了他在庆节中所行的一切。而耶稣又来到了加利利亚迦拿，即他变水为酒的地方。那里有一位王神，他的儿子在割发翁患病。这人一听说耶稣从犹太到加利利亚来了，就到他那里去，恳求他下来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快要死了。耶稣对他说，除非你们看到神迹和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王神向他说，主，在我的小孩未死以前，请你下来吧。耶稣回答说，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了耶稣向他所说的话，便走了。而他正下去的时候，仆人们迎上他来，说他的孩子活了，就问他们孩子病势好转的时候。他们给他说，昨天第七时辰热就退了。父亲就知道正是耶稣向他说你的儿子活了的那个时辰，他和他的全家便都信了。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亚后所行的第二个神迹。上主的话。基督，我们赞美你。今日第一篇的读经，上主藉着以撒以亚提醒住我哋，佢话将来佢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同埋佢要做一个令人喜悦嘅耶路撒冷，即系话而家现世里边呢笪嘅地方，因为原罪所带出嚟嘅已经系腐朽，而且已经啲百姓唔欢悦唔喜乐，有好多夭折，有好多不满受数嘅已经去世，种种嘅呢啲事。而天主佢话佢将来一定会做一个新天新地，咁即係话俾我哋听，现时嘅话係继续
都是有住呢啲嘅痛苦，而呢啲嘅系唔完美嘅，包括咗我哋人。所以喺个嘅旧天旧地里边，我哋人始终都系唔完美。记得呢样嘢，而我哋个个都系有住孭住一个嘅共同一样嘅嘢，就系罪过。而我哋个个都系罪人，我哋都有卑劣嘅地方，我哋都有缺点，所以我哋喺呢个嘅旧天旧地尘世里边，我哋唔好咁天真。喺人与人之间嘅相处里边，感觉得到点解我哋同人哋唔夹？人与人之间变得咁多嘅纷争？基督所讲嘅爱嘅诫命点解咁难实践出嚟？而今日嘅福音里面，耶稣自己亲自都讲，佢话先知在自己嘅家乡，佢受不到尊荣，甚至家庭咁基本嘅一个嘅人嘅组织，系天主创立出嚟，藉住男女嘅婚姻生儿育女，但系基督话，先知喺自己嘅家乡，佢受不受到尊荣。所以亦都提醒住喺家庭之间，无论系用血性嘅家庭或者超性嘅家庭，有人嘅地方，有罪人嘅地方，亦都系唔完美嘅。所以喺呢啲嘅咁基本嘅人嘅组织，家系天主愿意里面嘅，亦都我哋唔好咁天真。讲到就话系家、家人、亲戚，或者系一个教会嘅团体里面嘅，就系、是、完美，就系、是、冇纷争，充满住爱。呢、这个亦都我哋要承认自己嘅罪过，由我哋所产生出嚟嘅，未必能够创造一个爱嘅家。不过呢一个我哋明知道有呢嘅咁嘅缺点，一个唔完美嘅话，但我哋要接受。点样去接受一个家？点样能够形成为一个真系充满住爱嘅家？呢、这个就系我哋嘅一个嘅召叫，天主嘅圣召，无论系进行婚姻一个家嘅基础。血肉嘅家嘅基础，无论系召叫为婚姻，或者召叫为一个超圣嘅教会嘅团体，里面之叫做圣召嘅，就系去嚟一个终身、一个承诺、一个委身于一条嘅路上面。所以一个嘅委身，完全嘅承诺嘅，唔系与夹唔夹嘅问题，而系完全将自己嚟奉献俾对方，俾天主，俾对方。呢啲先至系爱，呢啲先至系能够弥补住我哋人嘅缺陷，嗰种嘅自私，嗰种嘅骄傲，嗰种嘅妒忌，嗰种嘅愤怒，呢啲都成为咗家里面唔能够有平安，唔能够有喜乐嘅原因。但系有基督喺度，正如今日嘅福音里面，耶稣好着重住翻家人里面，所以佢喺加纳嘅婚宴里面施行奇迹，而今日所听到嘅一个王神，因为佢个儿子差唔多病死啦。而佢又系动咗怜悯嘅心，又系去嚟照顾住呢个家，所以我哋只一度唯一能够令到我哋家人与家人之间能够维持到我哋嘅召叫嘅，或者爱嘅，只有一样嘢，
就是有基督的臨在。有基督的臨在成日提醒我們，我們要奉獻自己給對方，不是夾與不夾的問題，不是說喜不喜歡的問題，而是完全的付出，這些就是愛。所以希望我們在這個四旬期裡面踏入去最後兩個禮拜，希望我們也繼續去檢討一下今天所說的，我們期望著這個新天的新地，但是現在我們身處在這個舊天的舊地裡面，有罪惡的裡面的天和地，但是在裡面我們一定要明白有著這份的召叫，有著基督的臨在，我們才能夠克服著種種罪惡所帶來的紛爭的分歧的分裂。這個就是我們不要那麼天真地去以為個個都能夠跟我們夾，個個都在工作在家庭種種的方面個個都好像是完美的人一樣，不是。但是我們能夠做到的就是委身整身這樣去為他人的善來想，去來講，去來做，這些我們能夠奮鬥，這些就是好好地樣去來，這些就是善功，這些就是補贖，這些就是祈禱的結果來的。上主萬有的天主，你賜給我們食糧，我們讚美你，我們將大地和人類勞苦的果實麥面餅呈獻給你，使成為我們的生命之糧。願天主永受讚美。上主萬有的天主，你賜給我們飲品，我們讚美你，我們將葡萄樹和人類勞苦的果實葡萄酒呈獻給你，使成為我們的精神飲品。願天主永受讚美。各位兄弟姊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手中收纳这个献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求你悦纳我们的献礼，并使我们得到这祭献的效果，摆脱往日罪恶的生活，踏上天国的道路，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
你为了净化我们的心灵，特别制定了四旬斋期，帮助我们抑制私欲偏情，摆脱世物的困扰，追求永恒的幸福。因此，我们随同众圣人和所有天使以及天上诸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住圣圣，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住圣，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地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基督，我们传播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保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皆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和我你卑微的仆人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她的正配圣约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共享永生，并使我们接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荣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求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被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主说：我要将我的神放置在你们心中，使你们遵行我的规律，恪守我的诫命，且一一实行。
请大家祈祷。上主，求你藉我们所领的圣事，赋予我们改过自身的力量，并圣化我们的思言行为，引领我们迈向永恒的天向。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完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感谢天主。圣人罗格垂翼主保重。天主，你曾垂允圣罗格恳切之祈求，因赐他作瘟病之主保，使凡因圣人之名求他保佑者，俱得免疫症之害。我们恳求你，因此我们因纪念圣罗格圣人和他的功劳，赖他的转求，除免我们神形诸役。以上所求，是奉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大圣罗格，请为我们祈祷。圣若瑟连土池，万福属世主的守护者，同贞圣母玛利亚的前辈，天主把他的独生子托付于你，你的前辈玛利亚信赖你，因你的合作，基督共生圣人。大圣若瑟，请向我们显示你也是我们的父亲，并在人生的旅途上引领我们，请为我们祈获恩宠、慈悲和勇气，并保护我们免于一切凶恶。阿们。大圣若瑟，请为我们祈祷。